一只竹叶青，好像是帝都的毒蛇吧？汤圆应该是怂了。汤圆居家太久，已经丧失了成为猎犬的素质，已经是一个废狗了。温室里的花朵就是没有前途啊！看，一条，可能是竹叶青吧，一条绿色的蛇，很漂亮，是吧？你也觉得很漂亮，对不对，汤圆？你也觉得很漂亮，要是被咬一口，汤圆你可能……我操！走了走了，不玩了不玩了，走了走了，还在那里，好可怕！走了走了走了，打不赢，我们回去了，好吧？奥 多料压压惊，